各位姊妹，大家期待吗？祝孩子快高长大，上帝。嗱，金铺真系唔知系咪上帝旨意啦。据知黄晓明同 baby 两公婆本身系想择日开刀生 B 嘅，殊不知前晚 baby 个肚有啲唔舒服，寻日佢哋嘅爱情结晶品就出世了。乳名小海绵，重六磅四安士。到到傍晚五点几啦，新手爹哋黄晓明领导上身慰问一众喺医院外等候嘅 Chan Boy 通知。晓明，我望呢边唔该。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，而且你们也特别不容易，回来等了那么久啊！但是那个，因为现在孩子还有 baby 都非常的疲惫，然后我特别感谢大家的关心，但是也同时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点隐私，让他们休息一下，然后等到如果孩子能够在住院的时候，会告诉大家，大家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来这里。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福利啊，还有什么？大家因为太辛苦了，希望可以休息一下，可以回家吃吃饭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谢谢大家的关心。虽然小海绵呢就未有样睇住，不过据晓明契妈向太所讲，契孙可爱又漂亮，五官立体，大眼高鼻，大耳仔，兜下巴，手长脚长，成个翻版晓明一样啊！据悉啊，晓明全程傍实 baby 顺产，见证小海绵出世一刹那，心情劲激动，仲感动落泪添。而家好攰嘅 baby 啦，日内就会回家坐月。晓明爸爸刘江几日都要翻横店继续拍摄，要去到农历新年先至可以同 baby 小海绵相聚啊！